那个杨敏来一下，杨敏，那个艳户，李艳户来一下，我叫那个艳户来一下，这样来给我资料给我，你叫李艳户来。那个志毅来，志毅也来一下，志毅。那个亚夫那边来嘛，啊，你按叫时代力量的人来，时代力量拢无来，刚拢咱两栋的新买人上去，去叫时代力量来，啊。来，开始。报告联席会议，出席委员3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三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105年5月26日上午9时4分至12时6分，下午20:36至4时46分，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委员立禅等34人，列席委员江委员启程等28人，请假委员陈委员怡杰等4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曾召集委员齐迈讨论事项，继续审查委员叶怡津等30人依据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等12案。委员江永昌、不，卢秀燕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第一案至第11案，另定期举行会议继续审查。二、第12案，请委员于审查相关法案时参考，不成为议案。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7条之规定，送由程序委员会报请院会存查，并通知请愿人散会。宣读完毕。好，那个，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错误或遗漏？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我们介绍列席的官员哈，那。我介绍列席的官员，那个内政部的叶部长叶俊荣叶部长，好，那其他的单位是民政司、地政司、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好，都有派人列席。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调办四法官林淑婷林法官，啊，还有民事厅的调办四法官黄淑苑法官，啊，那另外监察院。财政及经济委员会魏家生主任秘书，哎，那另外是这个监察调查处的郑家辉组长啊，那法务部的法律事务司郭全庆郭专门委员，财政部的国库署啊，国库署
啊，赋税署都有派人列席，交通部总务司陈玉文专门委员，啊，教育部秘书处的李启光专门委员，经济部商业司啊张科长啊，金管会银行局王允中专门委员，啊，那另外文化部国防部啊，这个财政主计金融处啊，原民会卫福部主计处，人事行政总处啊，都有派人列席。全序部啊，还有这个全序部的退伍司的林春美副司长啊，来欢迎。退伍会的王湘君专门委员啊，是事业管理处的王湘君专门委员啊。农委会林务局跟国发会啊，都有派人列席。好，那现在呢？这是我这里吗？对不对？我宣读一下。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啊。那我们第三次的联席会，上次协商处理到第四条的条文啊。那我们进行继续进行逐条协商啊。我们从第五条开始来。那个各位委员同仁啊，为了方便议事的进行哈啊，请各位拿这一本啊，这个厚厚的这个条文对照表这一本啊，这一本为主啊。那我宣读条文的时候，处理的条文的时候，我都会以这一本，然后会跟各位说明啊，是第几页第几条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让大家能够便于议事的进行啊。那假如这个委员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也请议事人员协助啊。来，我们现在翻到第43页啊，国民党党团的提案的第五条。来，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来，第五条啊。喂，那个我们那个应该是财政，会计应该是会计应该是经济部还是财政？应该是财政部吧。那个会计凭证原来是七年嘛，哈。会计凭证应该原来是七年，那一个该怎么这样呢？这个请相关单位说明一下好吗？说明一下，43、44条第一项，这个公告是四条，嗯，32条，嗯，所以这里要看要不要在正统化里面规划。来呢，财政部呢，怎么样？嗯，来财政部来，是没有人来吗？那个主计总处能不能请你们用麦克风？那个麦克风，对，那个发言的官员哈，要拿麦克风好不好？啊，我们的那个为了便于协商的进行哈，这个各位委员。那个上次我们在审查政党法的时候，请举手啊。那先让主席了解说，这个到底是谁要发言啊？那
没有取得发言权的同仁哈、啊，请尊重这个发言的委员。好、啊，这个大家要互相尊重一下，哎、欸，不要麦克风拿起来就开始讲，好不好？来，是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哦，有关于这一条。你站错地方了，来站过来这里、啊。不好意思。是跟委员还各位委员报告、哦、有关于这一条是讲到于政党的会计年度会计基础还有会计凭证啊，这条条文我们看是跟之前可能行政院提出来的那个政党法草案里面的内容是一样，可是因为有关于这些所谓政党人民团体的会计制度，我们看起来它是一个通案性的事项，是似乎是比较适合说回归到人民团体化。人民团体法或者是政党法的规范，就是主管机关应该是内政部。以上说明。好，那个各位委员还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言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啊，那个黄委员，那请内政部说明看，如果这样子更改，跟我们人团法这个部分怎么处理？来，那个内政部的人员说明一下，好不好？来说明一下。跟委各位委员报告、啊、那这一条的有关那个会计的相关的规定，或者凭证的部分，哦、啊，现在是要保存七年啊。那如果是那个账簿的部分是十年，这个跟我们现行相关法律都一致。我们也特别在我们行政院版的政党法草案里面有提到，规定都是一样的，主要是参考我们商业会计法。还有我们税捐机关管理盈利事业会计账簿凭证办法的相关规定哦，锁定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期限。以上。好，那个还没有委员同仁要表示意见，来，那个赖委员，那个亚芬来，那个主席各位啊，如果这个部分在政党法上有相关的，是不是就用政党法来做规范就好了，好不好？好，以上，谢谢。来，那个各位委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来，李俊宇委员。这其实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这个都是有关政党法里面的相关规范。好，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好，那如果要对政党法、政党的规范，应该放在政党法里面。事实上也已经交付内政委员会在审查了。哈，是不是把这个部分交到政党法来讨论就可以了？那个各位人还没有意见？那个跟我们几位刚到的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审到第五条，好、哦，那个审查我们依照的条文顺序是以这一本，好、哦，最后的这一本条文对照表为准，啊、哦，那议事人员啊、这个把资料提供给我们刚到的委员，来，来，快一点啊，来，基本啊，基本啊，哎，基本。来，43页，好、哦，我们再审查43页。好。这个有委员同仁啊、哦提议啊、哦，在43条第五条，好、哦，我一条一条来跟各位做确认啊。第五条到这个政党法的时候再来做处理，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啊？有。好，第五条有意见，我们保留，好、哦，暂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啊、哦。第五条，第六条。第六条，各位委员的意见怎么样？国民党党团呢？来，还是各位委员表达一下意见，我们一条一条来处理。来，第五条跟第六条其实是应该都是在整个会计制度上面的规范呐，大概都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想第五条保留，第六条应该也要保留。那个各位委员同仁，第六条暂保留，我们等一下回头再来做处理。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第七条啊，我们也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啊。第八条，好，暂保留，那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第九条，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来，这个我们现在审到第四十五页，好，第四章的章名，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好，来，各位有没有意见？通知一下时代力量党团，议事人员来。亚芬。好，那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哈，这一条这一个章名在第一章的这个总则里面就有，所以在这里可以不做规范。哎，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就删除。来，对了对了对了，他没有来啊，我们也等他开会。这个章名因为前面有规定的啦，在第一章总则里面有说明了，哎，所以。这个章名在这边不用处理，来，那个我们再对一下好不好？啊，大家再看一下，啊，好，我们这个第四章时代力量党团提案这个我们删除，好不好？我们现在进行四十五页，假如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删除啊。四十五页的这个叶一金委员等三十人提案跟国民党党团的第十条啊，叶一金委员的第五条啊，然后一直到五十页。来，各位表达一下意见。第十条，哎，各位有没有意见？我想请教哈，主席，我想请教黄委员、黄召主席，我想请教那个部长哈。好，部长，以前你在那个，我记得以前部长叶部长，我记得你以前在那个研考会的时候做过行政院的组织改造的一些计划。好，当时嘛哈。
李准处长，这个整个的组织再造的部分是行政院组织再造，是那时候你，我记得是你负责，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哈。那整个组织再造里面，其实我们是很反对很多任务型的机构。我们当时，我们不管是江副院长的时候，一直到民进党执政，然后一直到国民党在执政，在那个时间点，其实我们对很多任务型的机关，我们是有意见的。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只要回归到我们现在现有的机关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处理，包括说这些党产怎么处理等等。那今天我们又弄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关，能不能请部长跟我说明，这个在整个组织再造里面，跟我们整个当时一直在质疑很多的黑机关，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这些机关，我们能不能处理？是不是请部长跟我们说明？这是新的条文，新的条文。来，部长说明。现在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对机关确实是有一些规定，但是任何由立法院本身透过法律决定要设什么机关，那这其实也是立法院的职权。好，谢谢。那请部长说明的就是说，以我们现阶段目前已经有的组织里面，我们能不能处理这些事情？我觉得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哈。不是，就是说，以我们现有的组织里面，好，包括我们现在有许多的，目前所有的组织里面，你知道他现在要弄什么？我们现在包括说，我们有许多的组织的规定跟他的权责，理论上是应该可以做的嘛，对不对，部长？理论上是可以做的嘛。就是如果说我们要追什么，他们的一个党产要调查要返还，以我们现有的司法机关，我们现有的监察院、现有的法务部以及现有的财政部，我们不能处理吗？针对立法目的所要处理的事务，如果大院认为有另行设立机关的必要，那大院当然可以依职权透过法律。我现在所讲的是说，以现有 的，对，因为这个判断由大院来判断，好，是不是针对立法所要处理的议题有没有这样的需要？那这样子的一个职权，我们都尊重大院来做决定。不是，部长，你不要推责任啊！我现在本席所讲的就是以现有的，你现在先排除立法院的问题，现有的财政部、监察院、司法院，好，然后调查机关，以这些机关没有现在没有能力可以处理这些事吗？第四条，本席现在质疑的是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有一个任务型的编组吗？部长，来，我刚才已经讲过，所有现行机关，那是不是适合处理我们现在立法所要达成的这个目的跟任务？那是不是有另行设立一个适合的机关来处理这个事务？我们尊重大院的决定。部长，其实你还是没有回答。那个吴秉睿委员，等一下，那个黄委员还有问题来。其实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不能讲，你不能回，我都回答嘛。这主席，那个部长还是没有回答，就是说以现有的这些机关，好，包括司法院，包括监察院，包括调查局，包括法务部，包括财政部，以现有机关的组织里面，没有我们必须。以现有机关的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问题吗？本席质疑的是这个部分，我们需要再做一个无限上纲的组织吗？好，那个我是不是让吴秉同样的问题了哈？吴秉睿发言完，我们再请部长回答，好不好？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哦，这个是现在联合国的重点，也是我们中华民国现在要推行的重大政策。那当然承办的这些机关它散在各个部会，这是没有错，但是它也受到一些法令
过去的譬如说时效啦、处置期间的限制。那所以这个是为了特别考量啊，送一个这个设了一个这个促转的这个委员会来认定这个里面还是有依照这个公平的机制，各党派不可以超过三分之一。那这些委员会来做一个上位的这些认定之后，如果有一些该委办给各部会的事项，他仍然委办给各部会，而这是一个特别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所需要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立法。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现在是进行到了第六点，第六条，第六条本身是没有这个规范的，第六条跟组织无关。上次这个黄委员提到的这些问题哦，那我们之前就已经讨论过，在上一次的会期里面讨论过，现在再回头讨论了，主席，我是认为说这样子的话一直循环哦，是没有一个答案的。那这就是部长讲的很对啊，立法机关当然没有一个所谓组织法是一个太上法，就是说任何的法律不可以跟组织法有所抵触，没有一个这样的法律，因为组织法并不是宪法嘛。所以如果立法机关认为有需要，而他有特殊的需要，他要去设定这样的机关的话，那立法机关立完，把法律立完了之后，那当然行政机关就得遵守。以上我的报告哈，谢谢。好，那个各位还有意见吗？来，那个杨委员。那个主席啊，我还是觉得哈，就是说，当然这一个法案本身，就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做一定的让它往前走啊。我们也就国民党团来讲，也不会说是刻意要对这些法案的条文有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就实质的内容来讲了哈。第一点我要表达的就是说，我还是要跟部长讲啊，部长作为一个主管机关呢、啊，尊重立法院的决议是你本来就要有的义务，也是你应该做的事。但是你今天到这个委员会来，你不能说什么事你就说你们作为主管机关，你们没有意见，没有干嘛，就是尊重尊重尊重，那以后都不要来就好了。那以后就什么案子你们行政机关就都不要来。我知道这样听了你很高兴啦，但是你这个是破坏整个制度啦，你这个是破坏整个制度。那委员如果说像你讲的说你们都不来，那我们就闭门造车，关起门来立法，是不是？哦，我觉得你心态还是要摆对了。该讲的，如果你不认同，你该讲的要讲啊、哦，不能说委员问你什么，你就一直推给说啊，尊重大院，尊重大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哦，我觉得说这个我之前也表达过了。好、哦，当然各位委员讲的也都有道理，但是哈、哦，你本身也是一个法律学者，啊、哦，今天如果说在这个特色的这一个委员会里面去做任何的处分，当这个处分我们可以预见。一定会被处分方一定会提出一些诉愿啊，或者是一些异议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就算按照你这个版本，按照现在这些版本过了，他还是要回到诉讼的手段，还是要回到司法的体系来继续做这一个处分的一个抗告。那你这个不是很好笑吗？特赦的这一个机关，然后按照行政程序来做了这些事，然后被处分的人有意见了，再回到司法体系。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到司法体系呢？我相信你学法的，你对这个逻辑也应该很清楚。好，谢谢。来，我回答一下哈。好，那个吴秉睿委员，我想好，那个、来下来曾明忠委员，我来表达了哈。第一个，叶部长之所以坐在这边，是国民党党团强力要求他坐在这边。不当党产的这个处理条例，他的主管机关本来就是促转委员会啊。那个促转会是将来要成立的促转委员会，他的严格来讲，他的主管机关并不是内政部。所以叶部长是很委屈的、啊，因为这个本身不是他的业务，然后你叫他一定要坐在这边嘛。所以刚刚为什么国民党说那叶部长不用来好了，我会点头，原因是不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立法的时候行政机关不需要这边，不需要在这边表达意见，是需要，但是问题是我们要请主管的机关在这边才对。那叶部长他之所以在这边，是因为国民党团你强力要求说，因为这是内政委员会在主审，所以作为一个内政部长，他被要求你。被强力要求要在这个地方嘛，这是第一点，程序说明。第二点，有关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当然是一个行政调查。那行政调查对于行政调查不满的，当然要有救济程序，这是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这样。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啊，反正所有的事情最后都会到司法机关，那我们台湾就不要设行政机关就好了、啊，所有的争讼全部都到司法机关去啊。你如果啊行政机关也不用啊，你直接就到找法院、找行政法院啊、找司法院。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很清楚，这是一个行政的调查，将来被调查的对象或被行政处分的对象，他对这个行政处分有异议，
当然是走行政赠送的这个途径，但是这不妨碍这个将来这个促转这个不当促转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它的成立。那的确这个工程非常浩大，里面有非常各部会该主办的单的业务，我刚刚有说明了。将来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关于这个细部的事务的处理，必要的时候它可以委托同位阶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理了哈。主席，我觉得这个议题，因为我们上一次开会的时候讨论了很久了，现在如果再回过头来，又还回过头来啊，到底要不要设这个组织？那变成我们每一次开会都在这边绕圈圈啊。我是觉得，今天既然已经进入逐条，你讨论的第六条里面根本就没有组织的规定，那就针对第六条来讨论了，这样在程序上会比较节省啊。否则我们就一直狗绕尾巴，狗咬尾巴一直绕着圆圈圈打转，这个是对进度来讲有很不好的影响。以上，谢谢。好，那个曾明忠委员来。基本上我的想法是要处理党产，尤其是国民党不当的党产，其实我也赞成哈，该还就还了。这第一点呢，内容那程序上，那我要请教问题，就是经啊政党啊这个财产调查委员会处理委调查过，那我一直请教一个问题了。司法院在这里，那叶部长也在这里啊。这个有没有违反呢、啊？这个调查权呢、啊，有没有违宪的问题？因为大法官会解释585、啊，就是当时啊39调查文会，当时是时空不一样了、啊，但是那时候被认定有某一部分是违宪的，这部分可以请那个部长跟司法院说明一下。那个说明一下来。来，那个，哎，司法院呢？我来替他回答。哦，来来，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司法院来，先让司法院说明完，那个吴秉睿再发言。哦，不是吴秉睿哦，是杨委员。哎，杨委员在吴秉睿。哎，是那关于是否违宪的部分，这应该是大法官会议的权限，那这里也不便说明。好，那个杨委员来。我简单讲两点哈、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行政机关很多处分最后是透过诉讼手段，但是这个处分是有分为一般行政处分，那一般行政处分可以透过主管机关内部的行政诉愿就可以处理之，但涉及到人民的这一些财产的处分，那很多时候就会相对谨慎，因为它涉及到的就是当他在救济的时候，他的救济机关就不一样。不是说啊，今天你一个行政机关给我做一些财产处分的救济之后，我就在原本这一个机关里面的诉愿就处理了，这是不同的概念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主管机关，那我记得，因为不好意思哈，因为本席是新生呐哈，但我依稀记得上个会期，贵党主张在审那个海洋事务委员会的时候啊，也主张说，如果没有那一个相关的主管机关，我记得当时在审这个。好像说没有相关的主管机关的时候就不审，那如果照这样子讲，现在也没有主管机关呢、啊？按内政部照刚才讲法来了又很委屈，那内政部委屈就回去啊，啊委屈该回去的回去，啊没有主管机关就停审啊。如果按照上个会期的逻辑是这样啊，啊跟主席报告，谢谢。好、啊，那个吴秉睿委员，吴秉睿委员完是谁？是姚文智吗？来，刚刚国民党的曾明忠委员谈到这个调查权哦，宪法这个585的这个调查权是指，因为立法院要成立征调会，所以那是立法院的调查权。那立法院的调查权，因为过去在宪法上面跟监察院有这个调查权到底归属于谁的这个争议啊，所以这方面是有一点大家有意见不同的地方。可是今天这个委员会是要成立在行政组织里面，行政组织去做行政的调查，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如果行政机关没有调查权的话，那所有的事务都不用进行了。所以这个特要清楚的厘清，今天是这个调查权是在行政院底下的这一个委员会所具有的调查权，行政的调查权，并不是跟立法院的调查权是两回事啊，所以名称上都是调查权，但是在隶属不同的机关之后，发生不同的效果，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哈。那至于这个杨委员后面提到的这个，坦白讲，
我刚刚讲了，内政部跟这一件事情，他并不是直接的主管，因为如果从立法的内容来看，真正的主管是那个委员会嘛。那因为那个委员会还没有成立，哦，那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那你不要拿某一个人来主张，就变成是无限上纲，这不是宪法条款。如果照你的规定，没有主管机关就不能审，那立法院有多少法案要先审看看他有没有主管机关？所以我觉得，那你上个会期不在这边，你怎么知道上个会期有这个规定？你把规定拿出来看嘛，没有这个规定啊。立法院的行使职权，就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法里面规范的，照那个规范来做就对的了哈。以上，我还是再一次建议主席，我们已经进入逐条。不用再回过头去大题讨论嘛，那不然的话，这永远就是进行不下去啊！你第六条你要谈这个问题，第七条你要谈这个问题，第八条你要谈这个问题，那一直不停的谈同样的问题的话，我们这个立法程序要如何进行呢？哦，以上建议，谢谢。好，那个姚文智委员，好，这个说明一下，上一个会期海洋委员会哈，这个杨兄可能还没有到哈，那事实上相关的机关像这个海巡署。其实都有参与了，都有参与。那现在我们在讨论这个部分，内政部并不是直接相关的，但是我其实本席是认为说，业部长坐在这里，有时候提供我们咨询，提供我们协助，我觉得是非常好。那这个也感谢国民党团的建议。但是如果牵涉到这个机关的这个定位，到底它的任务如何，我相信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部分尊重叶部长，他认为说在这个部分他不适宜表达，他很清楚的态度，那尊重这个立法院我们委员会的讨论，我想这个部分我觉得不要再争执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不要再争执。那另外我想回到前面，其实我们组织政府，那面对问题，我们这个有时候啊，因地制宜，因事设办，其实我们整个国家的组织本来一贯就是如此。那当然有些原则，我们不希望很多的组织无限的扩充或者有时候也出了什么事情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想这些原则我们也可以支持但是大家回想，我们过去那么多年。今天我们讨论的可不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那么多年过去国民党执政也八年，我们的监察院，我们的调查局，大家所举称的这些机关也都存在，但是对着转型正义做了什么事情我想这个新的时代，新的时刻那成立新的组织有些时候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们本来所有的组织，我们所有的资源，我们所有政府处理的决策本来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面对不同的问题来不同方式来展现，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里，更何况上次的会议也已经讨论过了是不是没有必要在这里争执。那个庄瑞雄委员来那个各位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黄委员。其实要求部长在我们的每一个会议，其实在立法院是行之多年，包括之前520之前，我们也要求当时的内政部长在讨论的过程当中都在这里，我想这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疑虑。那至于说我们这个调查权，刚才有委员说是立法院当时要调查权，那其实我们整个的案子，包括我想支持，包括我们所有的委员，没有人知道哪些不当、哪些不当的，应该要怎么处理等等。那事实上，民进党执政的那八年，包括监察院的黄雄委员，他做过调查。现在的秘书长陈美玲是当时的副秘书长。我那个时候在大体讨论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说你们当时发现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那为什么没有全部把它移送出去？其实那时候他已经做过一次清查，但是他那时候还没有来这里当秘书长。那当时我就要求，在我们在整体讨论的时候，要求他们把这个资料送给我。他说是陈美玲当副秘书长的时候签，哪些是要送到法院，哪些是不需要送去法院。所以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要求委员会说要把这个当时他签的公文送过来，
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公文没给我，我是在正式在委员会在九楼大礼堂要求的，所以显然包括行政单位都已经做过一定程度的一些调查，所以我能不能要求同样的问题要求，因为你不能说我们做过大体巡查，然后你们要答应要给的资料今天不给，然后在我们在这里协在这里审查，所以我想把那个资料一调出来，我们就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所做的调查是什么，那为什么那些案子他没有送出去，那没有送出去的是理由又是什么，那我觉得从那个当中就可以清楚的把这些东西到底调查的结果是什么，哪些是必须要再追讨的等等，我想愿意追讨的我们都愿意捐，因为我们也不清楚你们当时做了哪些调查，那为什么到今天这些资料还不给我们。那个来洪忠议委员，主席好，拍谁啊，我那从头做到现在，我们现在是讨论到第几条，为什么一直跳来跳去啊？我们现在第，我想我们以前大体讨论都讨论过了嘛，然后我记得上一次也是有四条已经都讨论完了嘛，现在应该是接续下去啊。至于其他委员如果有什么意见，是不是我们按照程序来进行？好好好，那各位都表达了吗？跟主题有关。来来，部长来，部长。来来来。好，曾委员，我简单的跟回应刚刚的问题，确实许多刚才吴委员所提的。其实我个人都觉得确实是宪政秩序下确实是这样子的分野，就是究竟这是一个立法型的调查，或者是监察型的调查，或者是行政型的调查。我现在看到这样所设计的是一个行政型的调查，那可能委员特别熟悉的公平会，他也要对有没有联合垄断这一些他也要做调查，他也要做出处分。那但是我们要求他的是，他一方面委员的组成要专业多元，不是只有一个人说话算数，另外一方面根据程序，根据程序，那也要有比较公开透明的程序，那他所做出的决定比较不会就是有偏颇，那所以今天我看到大院现在在思考的这个方向，我看到是属于这一类的，那只是他是针对党产的处理，所以跟委员说明，那设计上我认为我感觉是这样子的方向，那至于实际做法之后如果有认为不服的，他同样可以寻求救济，就如同公平会 的处分，那如果不服还是可以向行政法院寻求救济，这是我的理解，谢谢。好，我们这个条发言时间已经很久了，那个庄瑞雄委员来，主席还有我们各位同仁这个政党之间那提出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是这样回来回去不对了。今天如果就这样子，在进入主条的时候还在做这样的大体的讨论只会衬托出我们今天结会议结论以后大家都变成岳俊荣岳部长变成岳老师的学生这也不对。太过于让他空间表现的舞台太大了，所以这个以前都当他的学生当太久了，现在在立法院不想当他的学生了所以本席这个觉得这个不管今天的条文怎么审总是要回复到前面党产我们优先要来做一个定义所以针对上次的会议决定暂时保留的第四条我们撤回并重新来提出修正动议就是修正动议的那个第五条，政党跟附属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十日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政党附属组织自中华民国34年8月
15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额取得，或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孳息外，所以本条例啊，公布日已非政党、附属组织或其受托人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以上。那个林德博员来，我想哦，我现在就是说，那个刚刚黄昭顺黄委员他所要的东西哈、哦，是不是请主席也裁示一下？哦，你最起码有点时间给他，不然的话，他也是认为说，那我要求的等于是都啊，上次确实有这样的啊，你就调资料给他嘛，啊，你也让最起码他说啊，到底过去查的是怎么样？让人家能够心服口服啊，对不对？那个发言完我再来处理了哈，大家问题。针对这一点我来回答了哈。民进党的确曾经执政过了，但是当年执政的时候，2000年执政的时候，朝小野大，当时的国会多数是国民党加亲民党，所以当时又于那样的条件跟环境之下修改法律已经不可能，所以去定了很多的啊比较。要求比较简单，看看能不能做到第一步。所以当时的调查是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下的调查，跟现在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认为说，那一份的资料，第一个我不知道存不存在，这个当然在行政机关；第二个，就算拿来了，我认为那个参考的价值也相对在时空环境已经改变的状况之下，参考的价值也小了哈。以上请主席了解，谢谢。好，那个，因为大家发言都很多次了哈，来。来，针对我们讨论的条文发言。对，我想针对上一次就是大体讨论的时候，当时我要求财政部跟这个秘书处说明为什么？因为其实啊，这个党产的事情本来对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所以我很质疑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们已经查了那么久，而且包括监察院也都查，黄光秀也查了很久，那为什么会有一些？没有送出去，我觉得我们有责任，也有，因为你要我们去查说到底那哪些是不当的，我们也不清楚。那些资料跟他当时签的公文拿出来给我们，有什么那么难吗？因为这也不是秘密，而且我们要查嘛。那你本来就应该要告诉我们说，到底哪些东西还是不当的，然后没有弄出来。我觉得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让我们可以去。所以为什么国民党当时没有把这个部分弄出来？我想这是基本要求，一点都不违反今天的意思。我们今天在处理的是不当党产的一个立法。那如果国民党这边对于自己的党产还有怎样的一个疑问的话，应该要请国民党的党主席好好的调查。哦，那官方的资料，这是行政调查的部分，行政调查的部分并不影响我们今天要通过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所以我们想，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了，我们逐条的一个审查，就不要再用一些其他枝微末节的事情，用行政调查来干扰我们今天的一个程序，那质询的部分，询打的部分也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各位保持肃静好不好？尊重发言的委员。我们刚刚大家讲好的游戏规则，来，大家讲话都彼此不满意的，但是要尊重这个发言的委员。他发言完举手，我就看到就会请各位发言。所以我还是请求我们主席赶快进入我们逐条的一个讨论。好，然后接下来是来王玉明委员要发言的举手一下。好，谢谢主席哦。我想刚刚这个黄昭顺委员提出来的是跟这个法其实也是有关，他是在大体询打的时候他就有要求这个行政机关应该要出示这样子的一个报告公文，那我想这个也有助于我们的审查，因为大家现在都标榜就是整个资料应该是要开放透明哦，而这更是民进党政府的一个主张。所以如果当时涉及到是民进党当时执政，他的确也清查过，我觉得把这样的一个公文跟相关的资料完全揭露出来，
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更有助于我们在相关的法条的一个审查，它并没有冲突，因为大家现在都标榜一切要公开透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过程有相关的文件、档案、数据越多越好，而且这个是过去的确是政府公部门应该这样的资料都还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的整个档案的保护应该是存在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请主席可以裁示？好，那个各位委员同仁，这个这一题这个第五条啊，大家讨论很久了啊。那国民党提出来的问题，好，这个我也请各位，因为我们现在审查法案，我们已经开始在进行啊。那要资料已经上次已经有。这个在三次的联席会里头，啊，那应该这些资料要你要资料要提早跟这个行政部门来处理啊，那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法案的一个进行啦，那个主席，啊，那个时间是大体讨论第一次的时候提出的，啊，我要宣告不是你不可以说我要的资料，啊，我要宣告量，我要宣告量，我要宣告量。那个黄委员认为这个资料哈，啊，会影响到。这个资料的一个提供啦，啊哦，那本席是认为不会的，啊哦，那他提出的是权益问题，我们就来处理，好不好？那我们是不是让会议继续进行？那各位有没有意见？我想，好，那个主席，我有意见，那个黄委员，我在处理程序的问题的，你的问题我都帮你处理，啊哦，那你今天要这个资料，明天要那个资料，等一下你又要其他资料，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议事的进行。我不是说资料不提供，那假如要资料提供，就请行政部门提供。但是不能说行政部门现在这个资料，你这旧的资料你现在提供，那不提供你就不审议。啊，我们的委员大家已经在进行会议的一个审议，这样对其我们委员会的这个其他委员在做审议，这样这个不公平。所以我才是啦哈，这个权利的问题、程序的问题，我们现在来做处理。我们是让会议继续进行，赞成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好，反对的举手一下好不好。主席，我抗议哈。啊，反对的举手一下好不好。这个跟主席，我抗议。这个跟我们要不要？我这个跟我们。来了，现在在协商了。好了，帮阿内兰，大这个不要这样了。大家都会议在审议的。你们不能这样子好吗？你就要把会议就要停下来。那大家都审查会议。我从头到尾没有讲会议要停下来。审查会议的进行呢，啊？主席，因为我是第一天。在我们大体讨论的时候，请行政部门提供了。我在第一天大体讨论的时候就要求必须要给我资料，而且你那一天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说委员所提的，都必须要提供资料，但是从第一次到今天为止，并没有给我资料，这是每一个委员的权责。我请各位委员大家要互相尊重，不可以说我们要的资料你们不给。如果说未来我们每一个委员要的资料都可以不给的话，那我们委员在这里开会在做什么？是吗？所以我才是说，我从头到尾没有跟你讲说，我不同那个会议不进行。你刚才所做的表决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在处理权益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是提权益问题。我认为这个是权益问题，主席要裁示啊。你要裁示权益问题，对不对？这个是权益问题，那个我们书记长提的那个点名的表决啊。这个，我继续进行我处理议事的程序了哈。赞成议事继续进行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好，先放下。好。那这个我处理完，你们只要再重复表决，你再提嘛。不是的，对不对？但已经在处理表决的程序嘛。好。这个反对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反对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好，那要不要重复表决？那要不要重复表决？好，不重复表决，我们就要议事。没有委员，这个我已经有附上去，你也照议事规定来。那，啊，你今天本委员会的才可以处理吗？当立委哈，那个要会开会，遵守议事规定。我了解，你可以提重复表决，不是表决可以。本委员会还可以处理吗？但是现在已经在表决了。我猜啊，啊，表联席我了解啊，表决的进行过程。不是公务委员会，现在是联席委员会。联席委员会，三个我怎么在这里的都是联席委员会的委员？内政、司法、法制、财政。对，那所以在这里的都是啦，那就表决了。国民党，那不是的，针对刚刚都是国民党啊。提案在他们认为说，我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如果说委员要求说。而且是当时主席所做的裁决，已经在必须要给委员的资料都可以不送给委员，
严重侵犯我们委员的权益。来来，宣读啊！不是宣读，没有主席，我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因为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主席就裁决必须要给我这份资料，否则您把袋子调出来，你把袋子调出来，当时你做的权益可以在这里用这个方式把它抹，把它抹杀掉。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而且这个委员的职权权责，大家是必须要互相尊重的。如果说你现在说是要协商，也不是用这种态度。当时所做的决议，为什么现在不给我们？好，那个国民党党团啊，提议这个会议要等到资料台进行啊。那刚刚这个本席这个征求大家的一个我处理权益的问题啊，那国民党提案啊，这个案有关这个程序的问题要记名表决啊。那我宣告，好，我们的会议继续进行，好，但是请行政部门能够尽速的提供资料。那请问各位委员赞成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那个主席，我能不能请问什么时间给我这个资料？来，你能不能给我资料？我们再来处理了，因为我议事一定要进行。来，那个记名表决来。现在大家拢做本委员会啦，三内政、财政那个司法法制的，不是本委员会。本是啦，本是啊，人伊也无讲话啊，你是会我本委员。刚才有举手啊，我都有看到。他刚才有举手啊，总不能他举什么手？我总不能看到弗雷迪比我帅就把他赶出去啊，对不对？他刚才也举手啦。注意看前面。好，有没有委员赞成或反对？继续会议继续，但是请行政部门提供资料，赞成或反对？赞成。好，那个顾立雄委员赞成或反对？赞成。来，周春米委员赞成或反对？主席怎么这样干的？这个对不对？蔡玉委员赞成。库拉斯委员赞成。赖瑞龙委员赞成。这个吴其敏委员赞成。洪忠义委员赞成。庄瑞雄委员赞成。这个姚文智委员赞成，市一班委员赞成，好，还有黄国昌委员，抱歉，啊，赵天麟委员，李俊毅委员，好，那反对的请举手，要等行政部门提供资料完再继续审议的，请举手一下。来，那个林立昌委员，我觉得说，来，对，黄昭顺委员，我们反对的是说资料先提供。不发言了，不发言，黄昭顺委员现在在表决。啊，对，主席，我想我还是要把郑明忠委员，主席，郑明忠委员，郑明忠二把了，二把了，这不行啊。好，陈昌明委员，陈昌明委员，陈昌明委员。你刚刚一进来就叫大家讲。哎，主席，我帮我听到，领导他请了陈明委员，杨政委员，好不？赞成，这一个会讲过啊。对，啊，该做的嘛都是爱指标嘛。我说要把要有期限嘛。啊，给个时间他们虚荣。好，反对，来，我再给这个委员，刚刚没有表示意见的，再我再询问一次了哈。那林立昌委员，哎，你稍等呢，林立昌委员，把话讲清楚。林立昌委员，表决一圈了，好，好不好？林立昌委员，表示意见，好不？黄昭顺委员，我们在处理的啦，我们在表决的。黄昭顺委员，我想我还是要清楚的表达我的意见哈，我还没有讲完哈。那个主席，这个不是权益问题，这个不是权益问题。主席，我还是要讲清楚，要不然你们把当时我在质询的时候的袋子调出来，那个时候我讲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财政，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不管是财政部，不管是法务部，不管是监察院，他们都做过调查。而且那个调查的过程为什么会有一部分送到法院去，有一部分没有送去法院，去做这个整个的审查结果。那个，但是表决的结果，及你今天我在这里正式的在跟你做抗议，这个严重影响我的权益。那个时候当天你就做裁决，会进行当天做的裁决说，当天的裁决是说。必须要为什么陈美玲副秘书长会当时做副秘书长会做那样子的一个裁决？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是没有拿到这份资料。我觉得我们委员会的主席是二把二把再二把，
没有理由连立法委员这样子的一个权责都必要的资料都不给，你们有什么？你们到底有什么秘密？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审查这个议这个法案，法案资料不好了嘛？哎，主席啊，以前调查的资料要给我们晓得啦，唔当他阿爸啦，你我很尊敬你啊。你去看那个王朝王啊，写的那个那种调查报告就晓得了。钟昌明委员继续啊，好吧？要资料这个啊，年轻嘛吼，未晓谦卑的，我跟你讲，你做为自讨苦吃啊。我跟你讲，各家调查资料还贴出来，无那啥。我才打拢顺利哦，他几百块给我，你啥也顺利讲啊？我你怎么敢落一刀哦？乱来。谦卑啦，你都唔晓人头前咧讲啥话啦。你还提供出来的，这何必要求嘛？你那一英武哎，这个要最还高中的料的，还在哪里啦？我听那个肯奇啦。
好，那个我们继续开会。好，那我们刚刚在处理这个国民党党团提了一个程序的问题，好，要求先送资料再审议。好，那我们刚刚这个程序的问题刚刚有做了一个处理。好，那我们是不是要继续进行逐条的协商？要不要让会议继续进行？来，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现在在处理议事了，来上来上来，协商才拿麦克风了，现在在处理程序的问题，来来。哎，主席，各位同仁哈，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我刚刚有请那个我们的秘书去查，我们是在三月初那个时候我们就排这个案。那当时排案的时候，我就特别要求，我想清查国民党的党产，我们都同意，但是我们也要了解，因为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委员都不知道这些党产的去跟留，留下我们全部都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委员会，在就联席委员会的时候，本席就正式提出要求，就是说因为民进党执政那八年的确经过监察院也经过行政单位的调查，所以那些资料理论上应该是很完整，所以当天我特别就请教了财政部跟法务部，说为什么有一些党产是送到法院去做追查的动作。我想大家都在报纸上都看过，包括什么板桥啦，什么很多地方都有做这样追查的动作，但是有一些会没有做。那当时财政部跟法务部就跟我回答说，是陈美玲当副秘书长的时候，他所签的公文，哪些东西是要去送到法院去做法院的审判，哪些是没有送去法院的。那当天我就正式跟他要求，我说不管监察院所做的调查，不管是我们行政单位所做的调查，其实他们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查得很完整。所以因为刚才我们在审第五条的时候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那从三月一直到现在，本席要的资料历经两个月，我不管是哪一个政府应该负责，到今天为止我没有拿到这些资料，而且我想要了解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当时我也想知道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不把他送到法院去做追查的动作，那是什么理由不做。那我觉得这个失职的部分其实我们也应该要一起处理。那事实上有没有成立这个委员会，那个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其实那个时候调查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部分拿出来，那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才知道接下去的那个条文我们要怎么处理。所以我还是非常坚持，我认为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这个是我们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的条文要怎么样去做，我们要不要在一个太上组织来做这个调查的动作，我们要不要再浪费这些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这些过去存在的东西，但是我们觉得我们不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霸凌，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不能接受的。那这个部分也牵涉到每一个委员在我们每一次的发言当中，行政单位会怎么样对待我们每一个委员。因为既然已经答应的事情经过两个月可以不给我，我觉得这牵涉到每一个委员的权益，我希望主席能够针对这个部分还是要给每一个委员一个公道。以上，谢谢。好，这个你是有什么问题先讲清楚了，什么问题来。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来。哎，我最尊敬我们内政委员民进党的召委陈其迈委员，还有今天所有列席我们国民党的委员，还有爱台湾勇敢的民进党下委员，大家搞早，大家好。哎，你要鼓掌，我不反对啊。其实不当的党产，在我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这个印象。那把这个问题再挑出来的时候，我仔细把它研究过。
那在民进党执政的时间，有做过全盘性的调查，里面有一个监察院，好，民进党黄文雄委员所做的报告，我希望民进党好好的去读这一本，那里面对你们的控诉非常深。他说大家都要来抢功劳，都没有讲到他在调查的辛苦里面，里面一字一句明白了。我相信我已经读过五遍，不然我今天不敢站在这个台上。另外，我要再强调一点给你们晓得，我们黄委员所讲的，有的有送法院，没有，有的没有送法院，那边有几份里面都提到这个问题。那今天为什么国民党要提示这样子？你们要怎么修理？你们要怎么清查？我们都继续的支持。我妈妈在要问国民党东山到底招一代，我们也感谢你们这样努力的付出，再继续努力。我们不是反对啊不当党产的调查，我们希望继续努力，但是有一个条件，你把民进党包括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包括你行政院的报告全部送到我们这边，我们感谢在哪里？让我们了解国民党财产是怎样没有了，让我们觉得好，这样来做的话，我们才能了解到。你以为我们在嫌弃国民党给我们多少？可能比你们的基金会还要少。我是不想讲明白啊。其实如果讲正当话，你的基金会里面谁挂的名字都要全部包括在里面。那赋税指数你们要怎样去定义不当，你们都跟我定义出来，合理的都给你们。所以在里面我一直想到我们新总统，他的政府说是会最会协调沟通，今天我们提出来，好，给我们期限，给我们怎么查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的欢迎，这是我们基本的条件。我希望爱台湾在民进党里面支持我们国民党，也支持你们的做法，好不好？好，咱大家要讲协调，要沟通一下。好，谢谢，拜托一下。好，英明的赵伟。好，我跟你讲，越查越明白。主持一次公正。好，谢谢。来，谢谢。我一家敬礼这样。来，那个谁，还有谁是什么问题要提出来？来，等一下一并处理。来，林德伟，算一下时间，每个两分钟。来。因为讲话的人太多，我们要分配一下时间。来，那个主席啊，各位同仁，其实我非常认同刚刚超明兄啊他所讲的一切。国民党不怕查，哦，你按抓查查看哪里，我们也希望说让他水落石出啦，哦。那我认为说政党跟政党之间，哦，我想要清清楚楚的，我想记忆犹新呐。那你的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啊，哦，他还特别讲说。欸，你们哪一位那你准备当政所说没有拿到他的这个陈水扁的钱，清清楚楚嘛。其实齁，我们认为说今天把这个整个政党查得清清楚楚的，我们绝对没有反对齁，反而我们这些人其实也不是很了解。那把过去不管是监察院这个司法院，甚至于行政院所行政啊，甚至于司法调查的，全部都把它拿出来，让大家清清楚楚的来让它透明化。我认为这个是很正当啊，对不？啊，那我跟你讲，国民党我们所有的委员，我们绝对不会说去抵挡公啊，给你公是不是不当党产？我们不当党产，我们认为要是说今天取之不得，取之不当，我们也认为说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来就要归给国家，我们也认同啊，我们绝对不会去阻挠啊，但是。哦，你一定要把里面的内容清清楚楚的了解查好，对不对？我认为让社会大众知道，哦，那我认为说今天主席，哦，你硬是说不让这些资料进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站在国民党每一位委员认为说，这个已经黄昭顺黄委员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现在完全没有，所以说我们希望主席啊能够从善如流，也尊重每一位委员。你要做大家的主持人，做主席，你一定要尊重大家。好，以上，好，谢谢。李彦秀委员来，会议询问，你不是我们本会的委员。
虽然非本委员会的委员，但是谢谢赵委让我有机会发言哦。我还是要再一次建议，因为最近在基层跑很多地方性的活动哦，但基层对于立法院各个委员会的很多的议案的排程哦，还是有很多的关注的焦点。特别我们现在有国会频道的试播哦，我再一次提醒，就是说再一次说明哦，我想不当党产的处理，这个是。所谓不当是不是叫不当，当然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内政委员会虽然有两个招委，但是我们希望排案的议程哦可以再稍微广泛一点，譬如说像国际法的修改，包括时代力量也有提是不是这个要撤除蒙藏委员会哦，我们都希望听到新政府的政策哦，特别是陆委会上任到现在其实两个礼拜还没有机会来备询，虽然我们有好几个议案都一直拜托黄昭顺委员尽速的排，但是我们希望内政委员会讨论的议题有机会更广泛一点，包括主席让我再讲三十秒就好了，包括现在这个两岸的热线是不是已经停摆，包括绿营的县市跟大陆的县市交流现在是不是已经暂停的状况，这一次最近的两岸的交流的政策，包括对于基层很多观光业观光饭店的影响跟农渔民的生计其实都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拜托招委在近期如果在您的排案的部分有机会，对于我刚才讲的几个议案包括陆委会的部分，我们真的是很希望有机会听到陆委会相关的报告，包括时代力量关注的蒙藏委员会，包括国籍法的修改哦。我希望每一个议案排的过程哦，我们都尽量适度的平衡平均哦，这样子有机会把所有不同的委员关注的议题有机会来去做更多的发挥，也让国人知道相关的议题我们立法院讨论的内容是什么。以上，谢谢。好，接下来这个庄瑞雄委员两分钟。哦，登记，我有登记，我有看到。主席，各位列席官员，各位同仁，主席啊，我安尼建议啦，这安尼会唔是办法啦。刚那个陈昭明委员呐、还有我听了几位国民党委员，好像嘴巴里面讲的就是说非常乐于见到民主进步党啊，然后跟国民党一起把国民党的党产来把它清查清楚啊。陈委员，你的关怀是安尼吗？你这个万般说法只为推脱啊。真正要审查，我看我们今天排这个程序啊，该怎么清查，留到什么地方去？我们这个里面条文全部都有设计啊。什么你好多看心急的东山，没得看高，为什么两岸关系来啊？变乱入客变个卡子，打个麦安尼啥的欧北灰了，这样子不好了哦。那至于啊，去批评说过去民主进步党查了多少资料，然后好像似乎是我们把它掩藏起来，这个逻辑都不通啊！民进党执政完以后，你不要忘记了，你们怎么突然那八年你把它消失掉了？曾几何时，中国国民党曾经针对自己的党产要诚实过啊！那今天我们也乐于看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这样幡然醒悟啊，说大家一起来要来追查，这个是好事啊！阿得卖灰，今麦已经今年刚第五条啊，本席还针对第四条撤回提出第五条的修正案，等一下都已经要提第六条的修正案了，宁可你家来回大题讨论。这个严重怠乎自己的职守啊，所以我请各位委员拜托一下啊，尤其陈昭明你想要乱的乌白乱，啊，党纪的起党乌白掉了，那十分我看你十分钟你就起一届，你乱来的。好，那个等一下，那个要登记，来王玉明委员，哎，无了，好，一万五万，晚点回去。各位委员大家好，我想今天上午的讨论呢，我们这个黄昭顺委员特别指出来，就是他在大体讨论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样的请求，要求行政机关部门必须把当时民进党执政八年去清查国民党党产的整个的公文文书还有报告内容都必须要揭露出来，提供我们后续在审查整个法案的一个参考。本席认为这样的一个主张非常的合理，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在进行法案相关审查，有一些相关资料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提供的时候，在各委员会都一样，政府部门必须提供相关资料给委员来进行必要的审查。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张跟诉求，跟之后要来审查这个法案，事实上它是并行不悖的，它并不会冲突。在这个部分，特别是如果你先把资料提供出来之后，更有利于未来的审查。因为的确在座的委员，我相信大家都没有看过当时的这一份报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在立法院里面的审查，既然是在委员会，我们都说我们现在国会改革是要回归到委员会的专业，所以在委员会的专业审查里面，当然我们就是仔细的讨论。那委员既然也提出要求，觉得这样的资料是重要的，我觉得行政机关应该没有任何的立场说这个是不重要而不予提供，更何况这个是三月份在大体询打的时候，三月十四号嘛，三月十四号就已经提出的请求。那到现在，我们不是标榜是一个最会沟通的政府吗？那到现在的话，应该是就任以后要积极的来回应这个委员提出的请求才对。所以在这边呢，本席还是希望说，我们主席可以具体的裁示，到底行政部门什么时候要把这样的一个资料提供给联席委员会，让各委员会的委员大家一起来参考，然后有利于后续整个法案的审查。以上，谢谢。好，柯建铭委员，来，时间两分钟，两分钟，来。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今天在这个大家的程序上一直在背阁哈，国民党在背阁要的资料，实名的问就两份嘛，一份就是监察院的报告。那以前监察院报告在网上都有啊，没这整本的哈、哦。另外有关于行政院历次审查，在过去在多项党产，我们执政的时期所有资料，在我们今年三月份开始审的时候，全部附进来，两大册都有啊。好、哦，我想各位大家自己看一看嘛。那你要这个资料是用这个要资料来背阁，这根本不得提吧？刚才那个陈道明委员还讲一句话说。我听得很奇怪，问怎样问董事长对，你们董事长的领导总裁啊，你们大陆国民党党员党产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监察院帮你查出来啊，行政院这资料都很多啊，但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说，为什么黄雄我讲了、啊，黄雄是唯一哈、哦、最认真当监的时候，把这个报告他离黄雄离开监察院的时候，他特意来看我，他把这一份资料交给我。说这个民进党要好好看一下，啊，这个资料，实名网站上面也有，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到这个讲清楚说，到底是有违信不？今天要到第五条，你还用这个程序问题在卡，让很多人都觉得你们在闹笑话嘛？所以我们今天要很清楚了，你要既然要面对党产，讲的是一套，那这样现在法案进行的时候，你要背阁。因为过去没有立法，所以能够查的它也是有限。今天除了立法以外，很重要。我常常讲说，你根本都没得大家，好好来面对嘛。最重要，先把党产，好禁止处分这个先保全扣押先扣起来，好，那不然的话，你现在边审边卖嘛。我想国民党党产在哪里？你现在在这里问，是你国民党之耻啊，这很清楚吧？所以我希望各位委员不要说用的程序，大家好好审。好，既然已经审到第五条，代表你们在这个程序上已经 follow 下去了嘛？那本来就是要继续走下去啊。而且黄秀的接被卡，黄秀的被卡，这只是闹笑话。咱持平论哈，国民党未来要重新站起来哈。你们这领导阶层，大家思考逻辑上要很正确，勇敢面对才是国民党啊未来哈。有口要卡开的，因为在这为了党产，你在这里背阁，持平论哈。对国民党是一种伤害，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心里很清楚，这交不就合交了，从这怪交我啊，合我来信，什么第五条啊？你们哪一条有问题就要进行审，你可以这样一直挡下去吗？你，我想你自己也觉得，再这样挡下去，你也觉得不知道进入两难嘛？所以
我是觉得哈，大概冷静下来，好好谈一下，好好就继续整下去嘛。啊，对的，老五啊，我看我这好，这建材院，金龙不，金龙不行政院的，哈。好了，你们。大家拢有恁都顶摆开，都顶都问题，哎，你们有小看者哈啊啊！尊重发言委员好不好？而且这我们议事处的也有啊，啊，那唔对。啊，尊重发言的委员呐、啊。好，尊重发言的委员好不好？啊，因为这是违法嘛，无法你要上发言吼，无在要上嘛，所以今天立法要清楚嘛，要规范很清楚啊。所以这很简单，到蛮入度的这代也还差了。你啊，刚刚条文内容有什么有问题，你就去修那个条文就，大家可以协商条文内容，来好好谈条文内容。好，那个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哪一类的问题呢？我们现在在处理程序的问题啊。牵涉到我的权益的问题。好，那你提程序问题了。你看，等一下来。哎，柯总召。你现在拿出来的资料有一部分是黄雄委员的，有一部分是行政院的。哎，立法院就是行政院啊，立行政说话。哎，你们，哎，刚才我讲话，你就叫我要尊重他。现在我在讲话，你就不处理。啊，他刚刚讲话，你那个大家尊重，互相尊重，来，互相了。那当天三月十三号本席，你讲你的了，来。对，我现在讲，你又在讲，那我又不晓得要怎么讲。那你问我，当天本席所提的就是说，你现在送出来的资料。是已经送去法院的资料，那有一部分是他们调查过而没有送去法院的资料。那本席当时非常质疑说，为什么你们调查过了以后会没有送去法院，没有去送去那个检察机关去再做一些追溯的动作？那时候包括财政部跟那个法务部给我的答案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副秘书长叫做陈美玲。他签的公文说哪些案子要送去法院，哪些案子不送去法院。那我就请问他，我说那请他把当时他签的公文给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没有送去法院的案子，因为你们已经调查过，所以显然知道没有调查过而没有送到法院的那些资料在哪里。其实这个部分就牵涉到下面第五条、第六条的。我们整个的条文的审查，因为你既然已经大费周章的全部调查过了，你现在还要再弄一个临时的任务组织来做调查的工作。第一个，我们浪费公堂；第二个，你把已经调查过的东西拿出来让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也让全世界人都知道。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啊，为什么你们调查完而不把它送到法院去？去做追讨的工作，我到现在都还很质疑。好，包括不管是黄雄调查的，或者行政单位做的调查，我们本来就有责任，也有义务要知道。那同时那一天主席有裁决说，委员所做的询答，你们今天呢都必须要送给委员。但是经过两个多月，我还是没有收到这个资料，所以我还是要请主席给我这些资料。以上，谢谢。好，这个我们都发言完毕了，我们来进行处理哈。这个按照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各位注意听一下。院会这个出席委员提出权益问题、秩序问题、会议询问或其他程序之动议时，好，应以书面提出，由主席尽为决定之宣告啊。那出席委员假如有不同的意见啊，那主席可以裁示进户表决。所以刚刚大家回忆一下，刚刚因为国民党提出要有资料啊，他要继续审议。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立法院议事规则三十二条的一个规定，所以主席才是也征求大家的一个意见。那国民党的这个提案啊，这个被否决，这个是主席在处理程序问题的部分呢、啊，先跟各位说明啊。那第二个同一个议案啊，同一个议案同一个事由啊，只能提一次程序问题，不能提两次。所以刚刚所提的，我听大家发言的内容，还是在提到说资料完，他要继续审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处理，因为刚刚已经处理完。这个第二点跟各位说明。第三点提到资料的这个部分哈，黄委员，三月十四号上午九点零四分到十五点五十四分，所有的会议记录都在这边啊，在会议记录的第229页。
这个当时部长陈慧仁部长提到说有这个资料啊，那个什么房屋几笔、土地几笔、赠与回赠的有几笔、建物几笔，黄昭顺委员说这是份资料麻烦给主席一份啊。那监察院的调查报告在我们当时所附的会议记录这两大本里面都有完整的监察院调查报告，这个是第一点啊。这个黄昭顺委员的说明的第一点，第二点，你当时提到陈副秘书长的时候，啊，这个详细的会议资料都在这边，啊，你并未提及，啊，我至少我看到会议记录是这样，啊，这个并没有提及说这些资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处理，没有，你是在痛批财政部八年，啊，不可能是在骂国民党财政部八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你大概是在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资料的部分你当时啊，至少这个在提供的这个部分啊。啊，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提供好。那黄委员，只要对其他的程序还有意见，我们请议事人员去调当时的会议记录，再出来看看。好，假如这个，我现在至少是看到官方的会议记录，但黄委员也没有对会议记录表达不同的意见啊。啊，所以这个我说这个已经记录下来，你有不同意见要跟公报处讲，那公报处就会更正你的发言记录嘛，好不好？所以黄委员对于这个是他权利的问题啊。那请我们请议事人员去调录音带出来，再放给这个黄委员。等一下，我们再回头再来处理黄委员的刚刚所提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程序的问题已经处理完，我们是不是继续要逐条进行协商，还是怎么样？要不要再继续进行协商？我们要继续走啦，那个等一下争议资料再说啦，好不好？我们还是要审查，我们要继续审查啦，不要，因为大家刚刚程序问题已经处理完了嘛。好不好？对啦，都我来叫医师去调录影带出来看啊，好不好？好，我们要不要继续进行这个逐条的协商？要不要继续进行啦？先处理这个啦，来，要不要继续啦？啊，那是你个人的部分嘛。我现在都是会议记录，等一下这一本送给黄委员看一下，来送给黄委员看一下，我都帮他折起来了。要不要继续进行逐条的协商？要不要啦？那个国民党党团呢？要不要？那不要的话，我们就逐条处理哦。要不要？要不要逐条协商？要不要？啊，你看清楚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啊！那个黄昭顺委员，国民党委员，要不要继续会议进行逐条协商？那个等一下再争执嘛。这个是你个人权利的问题啦，跟会议本身进行无涉啦，好不好？程序的问题我们已经处理完了，要不要进行逐条协商？要，继续了。要协商，要尊重国民党党团。假如不要的话，我们就逐条一条一条逐条发言再处理。啊，那个林德福委员不讲话，不讲话。啊，是别协商啊，谁呢？逐条协商啊，谁呢？没无啦，你大家讲好啊。不是啦，不要不要，这个我们议事要继续进行他自己的事情，他等一下看你看。好了，那个等一下不处理，我现在不处理了，等一下再说了，录影带调出来再说了，好不好？来啦。好，那个我们要不要继续进行协商？我再重复一次啊，假如不表达意见的话，我们就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哦。我们还要不要继续逐条协商？一直搞起掉啊，一直冇，一直搞起掉。我们要不要继续进行协商？好了，阿丁德丹德先处理这一些告示。而且讲得非常的清楚，请你们把资料给我。你们在那个时候有答应要给。不要背个意思啊，国民党党团，我真的劝国民党党团不要背个意思，不要背个意思，好不好？不要背个意思啦，真的不要这样，很难看啦，这个是很难看啦，这个很难看嘛。好啦，这个调录影带出来再看黄昭顺委员怎么讲，刚刚主席已经裁示了。那我征求大家的意见，要不要逐条协商？要不要？来，要不要进行逐条协商？好啦，来，
哪里有了有了。好啦，提供有什么什么资料提供？也不讲个资料。好啦，这个国民党党团只要不愿意继续进行协商的话，那我们就逐条发言，逐条处理。好。那我们刚刚，我们现在处理刚刚庄瑞雄委员有提的一个这个第四条的修正动议，好不好？好。第四条的修正在这个刚刚，我还是再请这个议事人员再宣读，来宣读，议事人员。洪委员、钟毅等六人修正动议第五条，政党附随组织。我想主席，我还是要提出很。四年八月十五日起，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包括那个财政部的这个编户署长受托管理人，并于本条例公布日时尚存在之现有财产，除党费、政党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没有他就马上把我关掉啊。补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为不当取得之党产。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额取得，或其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虽于本条例公布日以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宣读完毕。好，那个我说明，那个是第四条的修正动议，我是请议事人补行宣读。好，那我们现在是在处理第五条。好，那刚刚这个议事人员来，我来处理给我，我这样来这样。我们刚刚议事，我们的这个我尊重大家啊，大家要尊重各位委员。刚刚所提的程序的问题，我们已经处理完，我已经宣告了。那黄委员个人的有关他的发言的这个部分，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请议事员把录影带调出来啊，再看黄委员当时是怎么说。那但是无论如何，处理的程序我们已经处理完。他因为说资料没有要到啊，那会议终止啊，他希望终止。那我刚刚已经处理完了哦，程序已经处理完了。那所以请大家互相尊重。好，主席，我从来没有讲这句话。好。我们现在在处理第五条。你不要这样污蔑人家，我从来没有讲说会议要终止哦。主席，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讲，但是主席用这种方式，我在的抗议。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因为我从头到尾的花言。好了，好了，好，等一下，等一下再说了，等一下再说了，等一下再说。好，程序问题已经处理完了。那国民党不要这种恶行恶状带杯葛了哈，这个是很难看，这个是很难看的事情，都按照议事规则处理完。他、啊、还不按照议事规则在处理哦，全台湾的人都在看我们内政委员会怎么开会，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来来，这个第五条的修正动议继续进行，来，那个本席才是会议继续进行。第五条，庄这个顾立雄委员要提修正动议，来来，请他说明。来，第五条，刚刚庄立雄委员提的那个修正动议里面的第二项哈，再提一个修正动议，就是说，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而取得，后面那一个或其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这个部分拿掉。所以呢，我不清楚说现在是不是还要再委员再提修正吗？就说假设这个内容呢，就第二项的部分是在修改为政党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以无偿或交易时选不相当之价而取得之财产，除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之捐赠、竞选费用补助金及其孳息外，虽于本条例公布至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亦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那这个理由当然是在于说，现有的财产以外，已经不是现有的财产的部分呢，只要界定它是无偿或交易时显不相当之价而取得者，就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啦。那就这个部分呢，再请各位委员，指教一下。啊，那个议事人宣读了吗？啊，各位委员，还有第五条还有没有什么？把这些字去掉，取得之财产。好，那个各位委员，第五条。
在45页，国民党的第十条，叶宜津的第五条，这个各位有没有意见？43页啦。好了，那个修正动议来，来文字再宣读一下，我请议事人员文字宣读。委员庄瑞雄等提案第45页第五条修正动议，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前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前条第二项规定之财产，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如以移转他人而无法，无法返还时，应就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好，那个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针对这个修正的动议有没有意见？国民党有没有意见？我们在处理这个这一张，大家都有拿到吗？来，那个议事人员，没有，他有注意，来，这条，第五条。提案第六条了，提案第六条。对了对了，他来第六条，第六条他上面写错，那个条次应该是第五条，这条这条，来，这个等一下发给所有的委员同仁，来来各位拿看一下，条文是这样啊，他上面写第六条是不对的，是第五条，来来来来，条次了条次了条次，等一下再调整了，现在在处理第五条啦，43页啦啊，调次以后我们再调整啦。他提了一个修正动议，顾立雄委员。43页，45页，拍摄45页。再生纸影印的这一张啦，哈。43页到第几页？50页。啊，56页，43页到56页。哎，57到45页，56页，对，没错，55页的。我们现在在处理43页到55页。那就分了，就分了，你的念拢大家要注意听一下，啊，就这张了，嘿。43到55，嘿。好了，那个各位委员哦，来这个是注意听，我刚刚来就已经跟各位宣告过哈，请大家用这个页数哈，这样最简单去分，我都会跟一开始我就会宣告是第几页开始啊，是43页到55页，哦，国民党的第十条，叶宜津的第五条，黄伟哲的第五条，郑宝清的第五条，陈廷妃第五条，亲民党第五条，时代力量18条。郑运鹏16条，高委员12，这个高委员第五条，林俊宪第五条，赖瑞龙第五条。那个是第五条，你刚刚念的那个是第五条的修正动议。不是第四条，那个刚刚已经宣读过了，哎，那个几年几年那个已经宣告过了。那个暂保留了，那个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处理，哎。第五条修正动议，来来来，上来上来。那个第五条哈，针对那个修正动议，就是李俊毅等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呢，再提一个修正哈，就是在那个在第一项哈，那个就是。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那个及应该改成或其受托管理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那第二项呢，也一样的，在第二行呢，但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那个及呢，也应该改成或。那第三
第三项呢，也是一样，在第二行的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那个解，应该改成或。以上，谢谢。来，这个级改成货了哈，我那个修正动议。好，那个游美委员提了一个再修正的动议啊，好，就是简单讲，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好，第一项跟第二项，第三项啊，那个级都改成货，我请议事员再宣读一下，来，再看后面一个，再修正动议文字如下：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应命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于一定期间内移转为国有地方自治团体或原所有权人所有，前项财产移转范围以移转实之现存利益为限，但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以不相当对价取得者，应扣除取得该财产之对价。前条第二项规定之财产，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如已移转他人而无法返还时，应就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其他财产追征其价额。宣读完毕。好，这个李俊逸的那个案就撤案了哈。这个因为他已经再提了一个修正动议，那个游美丽委员，好，好，大家有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动议通过，有没有意见？第五条。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修正意见要通过哦。好，有意见我们暂保留，等一下我们回头再来处理。我们现在处理第六条，暂保留啊。刚才李俊委员的修正动议直接做再修正。不啦，这所以的不要修正动议是游美女啦，李俊逸的案就撤回了，就游美女的案了，好不好？就李俊逸那个案就回去，我等一下就不处理了，我就处理这个李俊逸的委员的第六条来。第六条哈，跟各位做说明，从五十六页开始啊，56、57两页，这个是第六条。好，各位有没有意见？好，发一下修正动议。有人提出修正动议，文字宣读一下。来，议事人员请宣读修正动议。委员李俊逸等提出修正动议，第七条，善意第三人于前条应移转为国有或地方自治团体所有财产上存有之租赁权、地上权、抵押权或典权等权利，不因此而受影响。宣读完毕。好，这个是在我们这一章，好，各位手上有拿到一张的这个再生纸印的这一张，它上面是写第六条，条次应该是第七条。刚刚议事员已经宣读了，各位有没有意见？做个说明，来，要请谁说明？来，有没有委员要提问啊？来了，因为这个没有记录，来，快看谁要上来。上来问好不好？有意见的上来问，来，来，时间两分钟，来，弄两分钟，来举手一下，要发言的举手一下。
让本席看到。什么？是特论第七条呀、啊？第七条。你主席太傲气，当然第五、第六、第七，我们分开明明糊糊啊。没了，没了，没了。三立第三者以前条已经就是说三立第哎、欸，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提案的人在哪里？啊，不就被按照该说，我们该强制。好，那个我们的行政部门看是。那个国有保护部是不是？保护部要不要回答一下陈委员的、问题一下？来，你们要注意看哦，不要在委员在看条文。好，来黄国昌委员来。啊，但你安内利亚回公了。不是啊，我没了，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但让你他时间用完，但是你上来没有关系，他回答。你干嘛掉了？等一下，你先等着。你两分钟用了，还是你要下来先讲、啊、你国有财产时还是谁来解释、這個、那个应该是保护部来。啊，你搞解释这条，它真正的用意在哪里？善意第三者应以前条，应移转为国有。好，主席委员大家好。那这个条是说，如果是被推定为不当取得财产啊，经那个委员会认定他被不当取得财产的话，那这个在被认定之前，那如果在上面，比如不动产有设定抵押权的时候，就是说在因为他取设定的抵押权的时候，这个抵押权呢根本不晓得他在这个不动产上存有一个抵押人存在，所以这个时候为了保护善意的第三人。已经登记，就是登记有公司效力，为保护善意的抵押权人，所以这个时候啊，抵押权人的权利就不因此而，因为你把不当财产移转给不管是国家或地方知识产权所有之后，不会影响他的抵押权的权利，大概是这个意思。这边列举的租赁、地上权、抵押权或典型，也就是说存在不动产上的使用于物权或是担保物权，大概是讲这个东西。好，接下来黄国昌委员来，好、哦，不用了哈、哦。第六条的修正动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见？啊？哎、欸，第七条嘛哈、哦，是第七条。第六条。好，第六条的修正动议，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第七条。第七条，那一条通过了。来，第七条。好，第三章。第五十九页到第五十九页。不是把这个先处理。第二章的章名。第二章的章名。那个，第二章的章名，大家有没有意见？申报调查吗？我这里刚刚要点。他的也可以，账单也可以。好，那个第三章，这个民进党党时代力量是第三章啊、哦，那叶一菁委员是第二章啊、哦。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章名我们是采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章次啊、哦，我们去做调整啊、哦。那章名的部分。时代力量党团是不当取得财产之申报与调查，那其他委员大概是申报调查及处理。哎，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就加了一个不当第三章，时代力量第三。现在我们在讨论第五十八页跟五十九页。好，我建议了哈，这个也征求这个时代力量党团的同意，好不好？我们第二章的章名，好，是不是采这个叶一菁委员的意见，申报调查及处理，因为他有讲到处理。啊，好，那我们就按照叶一菁的版本的第二章章名，
好，第二章申报顿号调查及处理通过，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我们接下来是现在是第几条？第七条，第七条啊，五十九页到六十五页。好，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要发言的举手一下，我就看到了。那个条文都已经宣读过了啊，修正动议，我是不是议事人员宣读一下？有委员提修正动议，这一章吗？对。来，各位哈，这一章他条次是写第八，好，但是他是第七，那是蔡义宇委员提了一个修正动议，他是第八条，其实是第七条，条次是第七条，这一章来。不会，来来来，议事人员协助一下，刚刚就来那一张跟。啊，我个讲月经的第七条啊，看到我讲啊。不然那的条文对照啊。就有啊，看到讲啊，所以讲月经第七条啊。啊，我跟你讲月次啊，咱看到拢讲好呀。好，那个议事人员讲委员不清楚。条次的话，哈，这个要协助一下委员，把条次弄清楚。来，条次啦，条次啦。我也没有读，我是议事人员整理我来看的，嘿，读的是。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主席检讨，主席检讨。第一，好了好。五十九，检讨我会回去闭门思过了。来，好了。五十九页到六十五页，各位委员没有意见，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一下来。有意见的话举手一下表达。我会请各位发言来。蔡委员、易宇等人提出修正动议，啊、注意听文字如下：那个政党协助一下陈委员，修正动议是哪一个？来，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应于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本会申报下列财产：一、政党或附随组织自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本条例公布日止所取得及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现有财产；二、政党或附随组织于前款期间内取得或其交付、移转或登记于受托管理人之财产，但现已非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前项应申报之财产如下：一、不动产、船舶、汽车及航空器。二、一定金额以上之存款、外币、有价证券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三、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及对于各项事业之投资，前项之一定金额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之财产，由本会公告之。第一项、第二项之申报，应载明财产种类、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如订有书面契约者，并应检附其契约等相关资料，其格式由本会定之。本会得主动调查认定政党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并通知其于受本会通知日起二个月内向本会申报第一项之财产。本会除受理第一项及前项之申报外，亦得主动调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之财产，取得日期、变动其息及其对价。宣读完毕。好了，那个各位有什么意见？来，来意见来放来，来来来来放来，来那个要发言的举手一下，我就请议事人员登记。哎、欸，主席啊，我很佩服你主持议会委员会的功力。你搞我讲五十九页到六十几页，我那很高鬼半波啊！你临时提一个提案出来，你觉得这个巧夺名目？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还看了一下子，还不晓得你到底在谈什么。而且你说五十几页到六十几页，是不是跟这个有相关的？你怎么调试你拿出来的？我按你临时要来先要安怎先？我跟你讲，你这样的胜之不武，你要我们仔细研究，我们会心悦诚服的配合你们。无你临时提早，我哪知影讲你伫讲带一条？而且条文的在你底下就是纯期卖条款。所以我认为啊，你要开这个会以前，你要先给送给委员资料，
我们是要审第八条，有什么修正动议，到几页到几页，先给我们看，先给我们研究嘛。你提来，你敢安尼调？我哪怎样讲带一条？啊，完全你在指控会议的，我跟你讲，啊，如果我们反对，就是我们程序变更，嚯，你这叫二百。主席啊，我的话考虑一下了，真的这样子，我们实在要查清楚啊。以前无讲一个退过来讲哦，我从63页到95页，啊，那很高啊，不，我们讨论这一条。我感觉开会不是安尼开的啊，而且你们要行政院的版本，每一个委员的版本都把我们搞乱了嘛。你如果真的要开会有诚意的时候，你就把预算第几条叫你们的全部提出来，几条到几条列在旁边，哦，以这个修正动议为基准。无你提来，阮来为头要看了，有没有意见？安尼干着，协调再协调，沟通再沟通。我即卖呢，不搞不傻傻。啊，我搁问点钱啦，他说说啊，你去家己去读册，啊，你外国讲嘛不要紧。你看像蔡议员都有礼貌，都有绅士。哎，那个啊，点钱是重点用的，好，安尼我就知影。啊，黄委员要学习一下，时代力量不要太骄傲。啊，我们地方的师傅比你还多啊，所以我今天我跟你讲，主席，你这样开会的时候是去找他问啦，在你挑战的，我们都很配合你。啊，你搞我50几啊，搞50几啊，临时动议来，我个开的，哎，是第几条是安怎来，我还不晓得，你叫我去审，你这强度关山啦、啊。我还讲啊，不是虎落被平阳被球欺啦，什么时候要翻天也不一定啊，你要好好表现你的风度跟态度啦。所以我愈想愈无呢，虽然我喉咙无恁遐深嘛，加减看有即摆临时提来看了会呢，有没有意见？啊，提有意见，你嘛我为一个看卖一个，临时拿出来这个法律修正的条文，你有没有版本给我们去对照？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我表达不满。如果要真正的协商会议的时候，我是觉得你们去提要修正动议，从几页到几页，让我们好好看一下，我们就心悦诚服的接受。我你起码提来，起码你实在就老干呢。我现在才晓得你厉害。啊，你提来站着屌屌的哦！我们以第八条啊修正动议为基准啊，在你讲的呀。好，喝杯。哎，结束了，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你不要这样子玩弄议事规则。虽然你们人多，我们还没有抢过麦克风哦。好。那个，来，那个举手是王玉明委员，这蔡议员，没了，我按照议事规则了，没了，我那个主席各位委员哈，我想今天大家觉得这个法案我们是可以大家共同好好理性在委员会里面讨论，不过从一开始的审查到现在呢，本席的确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民进党是有一个版本的，所以他每一条几乎从一开始的第一条到现在他都有修正动议，而且不止一次的修正动议，那表示说他对这个法案他是有想法的，但我们审到现在我们发现说都是民进党委员个别的版本，民进党党团并没有提出一个版本，但是他又有附案，所以每讨论一条的时候呢，他就丢出一个修正动议。我必须坦白讲，这个是在各委员会讨论法案的时候很罕见的。过去我们讨论重要的法案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有行政院提出来的版本，就是我们政府对这件事情是要有态度跟立场的。我们今天内政部部长在这边，但是这个恐怕不是只有他的权责，可能还涉及到行政院。通常重要的法案，我们政府有一定的看法跟立场，一定会提出他的版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政党非常重视这件事情，通常政党也会以他党团的名义提出相对应的版本。而审查到现在，本席发现一个，就是我们民进党党团是有立场是有看法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迟迟不敢提出一个版本。那这样的讨论呢，每一条都是丢临时的这个修正动议出来，这让委员
没有时间去思考，而且去看到那个法案的内容。我觉得这样子的处理议事的方式其实应该要修正，现在还来得及。如果民进党团真的其实也有版本，我建议就把这个版本赶快，反正这个 你们这个席次的优势很多嘛，是不是就应该要尽快的让那个版本进来，或是如果你们现在来不及，那也麻烦你们把整个的修正动议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你们修正动议的看法是什么，印成一本，让这一本作为一个参照的版本。我们现在讨论这非常的混乱，你们自己在这个条次里面就是乱七八糟的，上面写第五条，然后就口头报告说这个是第四条，上面写第六条，然后口头报告说第六条，然后要回过头去对照我们那一些委员的版本，那又不是我们实质要改的内容。本席认为这个是为了议事的运作的顺畅，是不是麻烦民进党党团把你们所有的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党产的处理条例，你们的意见看法形成是一本完整的草案分送给委员，不要一张一张丢出来，这样子把大家搞得非常的混乱，而也让其他委员针对你们提出来的修正动议版本呢，我们可以回去好好的研读，研读完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这个委员会，大家好好的讨论，这应该是一个有助于议事，大家意见交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不是可以请求主席可以做出这样的裁示，麻烦民进党党团就把你的版本拿出来，就让大家来看好不好，不要一条一条这样子一直丢，谢谢。好，那个蔡议员来。我这个第八条的修正动议做一个文字修正，就是在第一行政党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那我这个及把它改成或，好，这个或，那在我提，没关系，我先提出看要不要改或，好，那在第一二三四第四项的部分。同样是政党及之附随组织及其受托管理人，先我改成或，那做这样一个文字修正。那大家有什么意见的话，等一下我们再进行讨论。那至于说，刚刚国民党有在提说，这个版本很多，那我想确实我们这个不当党产就是有很多人 的版本，所以我们提的修正动议基本上主席也已经有裁示说，就是在第五十九页，第五十九页基本上像时代力量它是列第十二条，那我们叶宜津版本是列第七条，那亲民党也有列他们的条文，他亲民党是列在第七条，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去读这样一个条文，然后再附上我们今天所提的修正动议，基本上这个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还是在这样的条文上文字上去做一个修正，所以我想这部分国民党是不是就是我们在修正动议的部分大家进入实质讨论，然后不要让整个讨论失焦了。好，那个蔡委员来。好，那个各位委员，我宣告一下，来，那个有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所有各位委员哈。因为我们大家在讲说立法院这次国会的改革，那我们就是期待说是委员会中心主义，然后呢每一个委员呢他当然都有提案权，所以呢委员呢今天就是提出就各个条文大家提出呢修正动议，我想这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议事规则的一个规定哈。那这里呢第七条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刚刚所讲的，其实就是顺着这个中间的那一栏，就是叶宜津委员所提的这个版本，那其实所有的委员在我们这对照表里面其实也很清楚，所以在第七条呢我们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里面呢，刚刚
蔡宜委员呢说要把那个级改成或这里不行，这里应该仍然是要维持级哈，因为这里是在讲的是说当你是这个所谓不当党产，那这个不当党产的申报义务，好，他的申报义务，所以是政党互随组织跟他的受托管理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申报的义务，所以这里应该是要用级。那另外呢，这一条呢，它其实会牵涉到刚刚辜立雄委员所提的，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暂时保留的这个第四条的这个部分，因为在第四条里面呢，就有牵涉到，就是说什么是所谓的不当党产，那以及呢被推定不当党产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也就会到这一条，就是说，好，你被推定不当党产，所以你要来这个。你要必须要来做这些的申报啊，所以在这里就会规定的是说，政党或其会所啊，或其这个互随组织呢，从民国34年8月15号起，那到本条例公布之日止呢，所取得那及其呢交付、移转或是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现有的财产。那第二个呢，就是政党或互随组织呢，于前款期间内，他取得或其交付、移转或是登记于受托管理人的财产。但是呢，他现在呢已经不是非政党或是互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财产啊，就是说他以前这个经过政党或是互随组织呢，在这个民国34年8月15号以后一直到现在，好、啊，那或是呢把他交在这段期间把他交付给受托管理人所有的这些财产。好，但是呢，这些财产虽然说这些的互随组织现在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已经不是这个政党或是互随组织或是受托管理人财产呢，他仍然应该要去申报哈。那另外呢，再就是说申报的这个财产哪些呢？所以在这个第二项里明白的规定。那第三项呢，就是在讲说这些的财产，好，前项的一定的金额跟其他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呢，那应该要公告哈，让这个程序的清楚。那第四个呢，就是第一项、第二项的申报呢，应该要载明什么哈？把这个要事的要件呢，把它规定清楚。那第五个呢，就是本会呢，它可以主动，因为前面呢是说政党互随组织跟他的受托管理人要去来有申报的义务。那现在再来呢，就是说这里规定的是这个本会，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委员会呢，那他有这个主动去调查认定的这个权限啊，所以呢，他可以去认定呢政党的互随组织跟他的受托管理人，那并且呢，他可以主动去调查认定，那并且要通知他们呢，在2个月内来向本会来做报告，来申报他们的财产。好，那另外呢，就是这规定呢，就是说本会受理第一项跟前项申报以外，也要主动调查政党互随组织受托管理的财产取得日期变动情形及其对价哈，就是把这个就是说这些不当党产，那他的申报的义务及这个本会的他的一个主动调查的义务呢，把这里呢详细的规定。以上，谢谢。好，这个尤美女委员的意见是维持原来蔡继委员提的这个意见哈，第一项跟第五项。这个不做修正，是还是级，不是货、啊、大概意思是这样。哎呀，大概要、哦，好了，大概委员，大概委员开会开啊久啊。那改来改去，文字改来改去啊。好了，这个我们等一下请议事人员哈、哦，这个假如委员有，好了，我处理。那个委员只要有提修正动议的话、哦、可以早一点拿出来的话就早一点拿出来、哦、不过按照议事规则、哦、这个逐条讨论，那委员针对讨论的内容这个提出修正动议，这个在我们过去委员会开会这个是常态嘛、哦哦啊、国民党只要针对条文有什么任何的主张意见、哦、也可以提出国民党的一个看法、哦、好不好啊，一定要让我们先了解嘛。不是啦，大家在开会，你们的内容大家都要看呐、啊。啊，临时开会，大家对于这个原来的条文修正案，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临时改来改去，这个就是我们在委员会开委员会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嘛，就是针对不同的条文，能够让它修得更好啊。大家又是老鸟，又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开会，对不对？来，第七条是第几条？等一下啦，来，王委员，我正是在处理第几条？第七嘛，第七啦，第八。
主席、各位委员，刚刚其实主席讲得很好，大家其实都是有经验的，在这边修法，有一些委员当然是第一次进来，那所以我刚刚已经分享了，各个委员会在审查重要条文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参照版。我现在要问主席的就是说，我们是参照哪一版？根本就是跳来跳去啊！你如果民进党已经有一个修正动议，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版本，现在提出来不是更方便大家的讨论吗？我们现在就是又没有行政院的版本，又没有一个主要的参照的版本，然后每一次都是到这一条的时候临时再丢一个修正动议，然后看得出来就是希望以这个修正动议的版本为主要的审查嘛。那为什么有助于议事的讨论跟审查事先把这个印给大家有这么困难吗？我要请教民进党党团一个问题，你们所有每一条是不是已经都有修正动议，已经有版本？如果现在有，我麻烦议事人员主席才是现在就印给大家，印成一本发给大家，这样子有很为难吗？让大家可以先看到那个修正动议的内容，这是方便有助于委员会的讨论。那本席认为我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主席应该要才是嘛，就是说这样的意见有哪边不妥的地方，或是说民进党党团现在还没有定论，没有办法一条一条事先拿出来，但是我看刚刚速度都很快啊，一下子就马上又印又发，表示说民进党党团的工作人员在这边是不是已经都有一个在手上的版本？如果有，拜托印给大家。这个有很为难吗？这是有助于我们的讨论呢。这样子可以让整个讨论其实是运作的更顺畅，而且让委员有时间，像待会中午休息的时间，大家也可以先看一下未来要往下讨论的条文。到底修正动议的版本长什么样子，然后有什么样的意见可以事先想好，然后到了这一条的时候，大家其实可以上来做更充分的论述跟发言。本席认为我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意见是不是可以请主席参考，如果已经有了就印给大家嘛，这个有很为难嘛，可不可以问一下民进党党团，你们现在到第几条都已经有修正动议了，如果有现在拿出来然后印给大家，这样可以吗？主席， 这部分这个是有关于会议的讨论的程序的问题，你应该要先做一下处理啊。好，这个请各位委员哈、哦、这个等一下讨论到该条哈、哦、假如有什么修正动议哈、哦、因为这个是你也不是民进党的党团成员，他们要给你不给你，就是到那一条的时候要看他们要不要先给啦，好不好？啊，主席是建议说这个可以在哈、哦、这个前一条或者是什么哈、哦，跟民进党党团，假如这个有不同的意见，或者是你们在联署的时候联署完的话，就提供给我们这个会议，好不好？好、哦，这个尊重这个民进党党团的意见了，好不好？哎，那我也请各位委员哈、哦，能够针对条文的内容发言了，好不好？因为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讲条文内容，都在讲程序的问题。哦、啊王玉明委员不是本会的委员，他不能做程序发言。会询问我就没有办法处理的。来，来，林委员。主席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可以说从第一条条文到现在，几乎每一条条文，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就是一条一条的丢出来，而且本来你们就有一个底。那你为什么不一次全部给委员？你这样操作方式，我想任何的法案从来没有这样做的。这个就明修，这个栈道哈、哦，暗度陈仓。我认为说，既然哈、哦、要修，我们也不反对。好、哦、啊，我们头到尾都是如此啊。但是你说一条一条的这样丢出来，然后你又去规避，然后又怕遮遮掩掩的，这是什么态度啊？行政院也没有版本，民进党也没有版本。然后各委员自己提的版本，然后再来演示，对不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然后一条一条的丢，任何的法案也没有这样在处理啊，对不对？啊，主席，你这样操作，我刚刚特别问议事，哦，这个是很勉强，但是哦，这样操作让人家感觉说，令哦，就是有设定目标。我们说不怕检视，已经讲得很清楚，但是大家坦荡荡的。来做处理啊！你不要说，哎，我今晚新加得几条啊？我给你提一个修正动议提出来啊，马上提出来问你们，哎，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有这样处理的啦，对不对？好、哦，大家清清楚楚的，
我们已经表达说，党产对我们来讲，我们根本就不在乎。但是问题，今天是麦高，我们不在乎，真的不在乎。我跟你讲，投票我们都是如此的态度。维持一下会场秩序，好。不是，我跟你讲，今天是一个正义程序。我跟你讲，这边的卖灰，但是你吼、哦、一条一条往里推出来，我跟你讲，大家都不能接受啦，大家都清清楚楚啦，真的讲啦，对不对？全世界没有这样处理的啦，对不对？好、哦，所以讲我希望主席你好啊，助理，你有的话全部拿出来，民进党有版本拿出来，甚至于最好行政院，对不对？版本拿出来，对不对？而不是自己想哎，我做主席，我可以为所欲为，然后操作在你的手里，大家都听你的，然后哎，心肝计较哎，啊，这都基本上被修正动议，要被修正动议，马上拿出来，你心中已经有谱了嘛？你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的拿出来？对不对？遮遮掩掩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对不对？好啊，那个李俊毅委员来了，来参与委员，来李俊毅先啦，哎，来，朱青梅啦，朱青梅先。啊，主席各位先进哈，地法院的议事规则我们本来就要遵循嘛，地法院议事规则哪一条规定说委员不能提修正动议？我们在讨论不当党产，今天已经第几次了？我每天抱着这一塔，我每天都抱，哎哎，立马尊重姐哈。我们每天抱着这一塔，每一条条文看得很非常清楚。来这里有修正动议，委员临时有意见，庄瑞雄的修正动议跟我的修正动议就不一样。你注意看，我们提出来还不一定每个都有签名，所以本来就是照议事规则来处理嘛。所以议事规则怎么规定，我们就怎么处理。现在就是逐条，我今天从头到尾没有听到国民党对议事的内容有什么问题，那都在程序、程序、程序。哦，那其实非常清楚嘛，你这个。提出来修正动议，站着到底赞成或反对，讲清楚就好嘛。反对在哪里，赞成在哪里，连条文都不看，那不看就说哎，程序有问题，程序有问题。哪一条议事规则说，民进党如果有意见，议事规则议事修临时动议修正的话，全部要整理在一起，让你们先看过。因为议事规则没有这样规定嘛，所以请大家照议事规则来，也请国民党多花一点时间在条文的内容上多用功一点，这样讨论才不会漏气。谢谢。好，那个蔡议员。我们请国民党不要在这件事情上打转了。我刚刚提出的修正动议，我们本党有委员时代力量黄国昌也是提出说我的文字修正这样有问题，文字修正有问题，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委员他就是会有自己对于这个条文的一个认知，那现在就是大家进入实质讨论，而且我们主席还很好心的跟大家框住说，现在这个修正动议他可能就是落在第几页到第几页。如果我们就这个不当党产的处理，好，咱基本上基本来读读的，咱看到这个修正动议，啊，就知道说它就是落在这个叶宜津版本的，就是第七条嘛，时代力量就是第十二条嘛，它就是落在这一条上的一个讨论。所以我希望说，国民党不要在程序上去打转，而且都不进入实质的一个讨论，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实质讨论，好，赶快进去继续下去，好，谢谢。好，这个针对第七条的条文的内容，包括叶宜津等委员提的意见，好，还有这个蔡毅委员提的修正动议，各位有没有意见？我们有修正动议，我们先处理修正动议。蔡毅委员的修正动议，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按照啊，好，有意见我们就暂保留，等一下回头再来处理。来，我们现在处理第八条啊，这个第八条哈，我们第七条暂保留，等一下我们再回头回来处理的哈。来，注意听了哈，这个国民党的委员，还有所有的委员，我们现在在处理。67页到72页，也就是
亲民党党团提案的第八条，啊，还有叶宜津提案的第八条，王伟哲的第八条，陈廷飞的第八条，郑运鹏的第八条，高志鹏第八条，林俊宪第八条，赖瑞龙第八条，这样宣告很清楚吗？这样还听不懂啊？听不懂的话就用页次讲啊，就67页到72页啊，我们在处理这个部分。来，第八条。来，那个等一下啊，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好，那个各位委员还没有提意见前哈，那个谁有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我看一下。啊，洪忠义委员针对这个部分有提了一个第八条的修正动议，这个有没有发给各位委员同仁？发了没有？发了，来，议事人员协助一下委员，哎，是在讲哪一章？来，请宣读。修正动议宣读好，我们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委员洪忠义，大家有时间发言。对于第67页第八条提出修正动议。好，那个议事人员，文字等一下，等一下，议事人员发了没有？好，那个条次要改一下。哎，这个我们现在在处理第八条，手上拿到那个大家。第八啦，第八啦，下了拜了，一下国字啦，一下国字啦，一下国字下八啦，哎啦，下了不好啦，得八条。那个写八了，我看了一下，以为是12。哎，第八条，来，慢慢来，慢慢来。哎，议事人员要确实把修正动议发给委员，好不好？啊，各位委员没有拿到的话，请马上举手，好不好？你宣读来，我请议事人员宣读来。文字如下：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禁止处分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二、符合本会锁定许可要件，并经本会决议同意。前项第一款锁定情形，应于处分后3个月内制作清册，报本会备查。第一项锁定其他正当理由及许可要件，由本会另定之。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限制登记，如系储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政党附随组织或其受托管理人违反第一项规定之处分行为不生效力，关于第一项第一款之范围认定有争议或不服第一项第二款之决议者，利害关系人得于30日内向本会申请复查，对于复查决定不服者，得于2个月内之不便期间内提起行政诉讼。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条文跟这个修正动议不知道有没有意见？这个提案委员啊，好了好了，那个是不是有这个几个提案的委员来参与？这一条的修正动议哈，就是我们更清楚的框架哈，把框住说，如果你依第五条第一项哈推定是不动产产的，那你在这个条例，哈，这个条例开始后，你就不可以再处分。所以简言之，就是国民党不要再拖卖党产了，哈，就是安尼。那我们为了怕国民党哈拖卖党产，要都有足侪撇步的。所以我们就有规定说，我们可以嘱托登记机关限制登记，或嘱托金融机构就他们的存款或有价证券可以冻结账户，好，所以是这样。那第四项呢，我们在规定说，如果你违反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你去偷卖党产的话，这样偷卖的行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好，所以我们提出以上的修正动议给大家参考。好，谢谢。好，那个。来，有意见的话，这个我们是不是可以上台发言，留个记录，好不好？
好，那个，这个，来，黄国昌委员，来。立法上哦，两个建议啊，那当然我的预期或许错误啊，不过我预期等一下国民党应该会针对这个条例保文了，会提保留了哈、哦。那假设他们没提保留，再处理我的问题啊。如果他们提保留，就把我现在的发言列入会议记录哈、哦。接下来保留，我们在条文处理的时候要列入考虑哈、哦。第一个部分呢、啊，是针对有关于刚刚所提的修正这个动议。整个立法上面的结构，我个人是赞成啊。不过两个立法的小的建议，第一个是在第四项的时候，第四项法文上面是写说，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限制登记。那如系储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哦，那个储存两个字，看要不要把它改成寄托了，因为储存这个法律用语哦，对我来讲。可能跟我们现在民法典去处理有关于存户跟金融消费机构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哦，看是不是用寄托会比较精准一点。那第三个部分呢、啊，是说就有关于啊对他人的金钱债权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的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那这个部分有两个齁、哦、修法的方向、啊、是可以考虑啊。第一个是如果不用扣押命令的这个制度要用提存的话，那这个提存会升清偿的效力啊，恐怕要把在法条上面记载。那个因为牵涉到了第三人，他就有关于如果给付迟延的话所进一步会发生的法律责任。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他办理的提存以后也升清偿的效力。当然我知道在法条里面似乎隐隐约约有隐含这样子的意涵，但是从第三人保障的观点来看的话，也就是第三债务人，他这个提存会升清偿的效益，把它记载的清楚一点，那这样子会免得说接下来可能他办理提存以后，那这个提存是不是升清偿的效益，导致第三债务人他的权益会受损？那这两个修法的建议给提案的委员做参考，谢谢。来，那个我文字整理一下，来，那个各位有没有什么针对黄国昌委员提的修正的意见？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那个清偿存疑那一块哈，这个黄委员怎么做修正？我把它写给你。好好好，来，那个顾立雄委员。那个储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的那个储存改成寄托或保管于，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了哈。那现在就是说，如系对于他人之金钱债权，那么他是以享有说对他人的金钱债权，这已经被认定是确立了。那么，所以呢，通知债务人呢，要向法院的提存所呢，做一个清偿提存的动作，并将该提存的事实呈报法院备查了。那目的当然也是在冻结他对于国民党的这一个金钱债权的一个清偿，但是为了要免除他对于他本身这个金钱债权的清偿的一个义务。因为如果他迟迟不为清偿的话，他会有迟延的一个效果发生，所以才会有做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如果说这个黄委员那边看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一个修正的动议啊，可以来大家再来参考一下哈。那么这一个处分的行为的不生效力哈，在相关的其他很多委员的版本都有一些溯及以往的规定。那我们这一份呢，算是党版的这样的一份的修正动议呢，它规范的处分行为的不生效力呢，是只限于在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国民党就将他现有的这一个财产，除了为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或符合本会所定的许可要件，并本会决议同意者外呢，其他原则上都不可以再处分。那因为条例公布之后呢，这有周知的一个效果，所以如果再有任何人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处分呢而受益的话呢，这个处分行为不生效力，不会妨害到善意第三人的问题。那这也是我想兼顾禁止处分这样子的一个一定的法律效果。然后避免溯及既往，伤害到善意第三人的一个大家，我相信国民党如果有诚意说，
认为可以去接受冻结这个资产的处分的一个，现在到现在为止，我想我个人认为国民党应该要接受了。好，那个根据黄国昌委员啊，跟顾立雄的意见啊，这个文字的修正的啊，这个内容啊，我请议事员宣读一下好不好？来，等一下，我请他宣读完，再请你发言。建议修正本条第四项，文字为：第一项锁定禁止处分之财产，如依法设有登记者，本会得嘱托该管登记机关办理限制登记，如系寄托或保管于金融机构之存款或有价证券，得通知金融机构冻结其账户，如系对他人之金钱债权，得通知债务人向清偿地之法院提存所办理清偿提存，并应将该提存之事实呈报本会备查，其后增列下列文字：依本项所为之提存申清偿之效力。宣读完毕。好，那个王玉明委员，你们要改一下啊，这张我要留着。这是得规定啊。主席、各委员好，因为这一条第八条呢，它在这个第一项里面特别提到说，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我要请教一下主席，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的条文都是保留的状况底下，我们现在所谓的第五条第一项是依修正动议吗？还是依哪一个的第五条第一项？来，等一下，来怎么样？依哪里的第五条第一项？因为我们从前面讨论到现在，其实条文都是保留的状态。请问你这边所描述的第八条依第五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取得之财产，是哪边的第五条第一项？是哪一个委员的版本，还是修正动议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原来的在修正动议里面呢，你的文字是说经本会认定属不当取得之财产者，但你到这边呢又是用推定的，到底你是用认定的还是用推定的？推定是由谁来推定？这个我希望这个提案的委员的版本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谢谢。来，那个黄国昌委员，说明一下第五条第一项。第五条第一项啊，所谓的推定啊，在立法的技术上是一个非常常用、非常常用的立法技术。它所涉及到的是举证责任之转换，没有认定的概念。推定啊，就是推定，在举证责任转换负举证责任之人提出足以推翻原法律推定的情况之外，那它所形成的法律状态就是如同推定所生的法律效果。那对于推定啊，第五条所做的这样子的法律概念，它事实上重点就在于有关于举证责任导致的规定。那这个在我国从太多法律了，里面所用的用词啊，全部都可以找得到。那这个不管是从法律上面啊的推定，或是事实上面啊的推定，这个在概念上面，在这个条例当中，第五条去用这样子的立法技术的设计啊，是相当妥当的。这样子就是说，修正的动议已经提出来，所谓的第五条，可能是刚刚议事处人员念的第四条了，哦。对对对对。那条次的部分，条次的部分啊，因为各个委员都提出修正动议，所以条次的部分会最后做个调整。那跟各位报告，这里所讲的第五条讲的意思就是指，就是指现在政党跟附随组织，在本条例公布日期尚存在的现有财产，那么如果你可以证明你来自于党费、政治现金、竞选经费的捐赠、竞选费用的补助金及其支息外呢，是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财产，那你们可以提出反证，证明说我这一个的现有财产呢，是来自于政治现金，就是说一个政党存在的本质所应该拿到的钱。包括了你跟党员拿到了党费，你跟这一个民众拿到了政治现金、
竞选经费给你的捐赠或者竞选费用的补助金，这些部分呢，你只要能够证明，我们就不会把你认定是不当的党产。哦，那所以推定跟很多委员提出来的四维，我们已经将它退让到说，这只是推定，你可以举反证。那你只要一举反证，这一个经过认定，你这是属于一个政党本质应该拿到的财产，那就是属于你正当拥有的一个财产啊。那同样的，这个在讲说第二个，就是原现在念的第四条的第二项，也就是这里第八条讲的这一个第五，不是第八，这一个第八条讲的这个第五条所讲的也是在讲不当党产，也就是说，当你是以一个无偿或交易时选不相当的价额，从民国34年8月15号起拿到了这些无偿或交易选不相当的价额取得财产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你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财产而已啊。我刚刚已经讲，就是说，因为每个修正的动议啊，都有一点就是说不一致，但这里所讲的就是指说你被推定为好，如果依照议事处人员讲的那一个条次的话，就是指说依第四条第一项被推定为不当取得的这个财产，好不好？哦，原则上就是你们现有的财产推定为不当的财产的部分呢，原则上禁止处分之，除了是为了履行法定义务或其他正当理由，或者经过那一个委员会来许可的部分，好吧？好，那个没有错，就是刚刚议事，我宣告一下哈，这个就是议事院刚刚宣读第四条的修正动议，没有错，好，所以这个第五条先改回来第四条，等一下回头再来条次再做整理，哎，条次再做整理。好，那针对第八条的这个，刚刚有宣读了吗？有，这个黄国昌委员的意见，这个有宣读了。好，因为委员有人提修正动议，我要先处理修正动议，这个大家有没有意见？那个黄国昌委员提了一个再修正意见，然后那个第一项的。原来写第五条第一项改成第四条第一项，推定为不当党产、不当取得之财产，这个修正动议。好，没有意见喽，我们就按照黄国昌委员的啊，好，那我们就暂保留。第八条就暂保留，我们回头再来处理。好，跟各位委员报告，现在的时间是12:04。我们是不是休息？好，那下午2点继续开会，好不好？好，那个江委员永昌针对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之书面执行列入公报记录。那另外，等一下，这个国民党委员有提了一个针对本次会议讨论之提案，相关修正动议及各党团委员应予讨论。至少3天前送委员会以利委员会讨论及审查，这个给大家参考了，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休息，2点继续开会。好，我宣告的。那。那个，我跟委员会报告哈，等一下，那个因为下午这个叶部长要这个有救灾的这个状况，他要去处理的哈，我们准假好不好？好，我们准这个叶部长的假，请派次长列席，好，谢谢。